这个公司的同事，这个老刘，去饮水机拿杯子去装水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吓了我们一跳。怎么了？老刘讲没事，烫到手。另一个同事小钱也去装水，也大叫一声，我们又吓了一跳。刚好经理端着水杯出来问怎么了，这个小钱也讲没事，烫到手。换经理去装水，也大叫一声，他讲靠腰啊，漏电了。烫到不是烫到手，是漏电，漏电也是烫到手吧？被电到啊！我们又有感觉，我们修法要有感觉。刚刚讲，你们有没有得到灌顶的感觉？如果没有，你们要仔细把法修得完整，而且要。全心全意要一心，一定可以得到本尊的灌顶。